周日，于正晒出九宫格旅游照，回应退网不到一天，称在酒店无聊刷手机，刷到一堆谣言，眼里揉不下沙子，立马澄清了。针对网友喊他别放自拍的评论，于正表示：“别再说我放自拍了，我自己的号不放我的自拍，难道放你的？这 pose 有点眼熟啊。”